位置啊。万元特大呢正好坐到我的旁边啊，结果我们随机抽签正好也抽到了，因此第一轮呢就对战这个万元特的打士。如果我们吃马他就打马，显然我们不愿意啊，那应该怎么办呢？行炮，行炮，他现炮吗？现炮啊，这里还有个现炮的棋啊。行炮啊，现炮没办法，现炮也就进去将了。是。啊，对方这个应该说叫做放弃了啊，所以这个棋呢确实也不好办，他索性呢直接就打马，就直接让这盘棋直接结束吧。啊，进炮一将。双炮，好，好，这两盘棋下完了，好了好了，我们现在该回归了啊。我们刚才复盘了一盘棋啊，然后呢，现在又下两盘，然后我们又复盘啊，我们就来复盘第二盘，棋谱，自制，初始棋盘。完成啊！刚才呢复盘了我们第一轮对战汪洋特大的一盘棋，然后呢后面第二盘呢跟汪洋特大下成和棋，因此呢一胜一和就晋级到下一轮。下一轮呢我又对上了这个红字特大，这个江湖外号人称红天王啊。红字特大呢这个他的经历啊可以说是一个这个励志啊，非常的励志。我们现在就一边来看棋一边来分享一下他的这个个人经历吧。我们摆上中炮，他跳马，我们跳马，他出车，我们出车，他进卒，我们进车，他跳马，我们进兵，他跳马出来，我们跳马，他进车，这个呢就形成了这个我们中炮过河车，对他这个是我们这个专业术语啊，中炮过河车对他总瓦盘，总瓦盘和横车啊，大家也可以了解一下，这种叫做专业术语。平车抓马，他踩掉，我们跳马。然后进车，当然决赛里面呢，可能很多朋友都看到了，前两天的决赛我走了上四，那决赛的棋呢之后再复啊，我们先复这一盘棋，对战红字红天王的这盘棋，我们走了一个平炮，这步棋平炮啊，这个下法很有意思，这道棋可不是打四啊，你他如果冲边卒，你会不会打四呢？如果打四，破四，那么可以说怎么呢？就悲剧了，因为他可以对车，你要是把这个车对掉，持车，那么这个炮就被抓死了。如果你的车跑开，你的炮也吃了啊，这炮就丢了，因此不是打四啊。这个平炮的目的不是打四，打四很明显，但其实呢，它的用意不在这里，它的用意是什么呢？要跳马进去，跳马进去干啥呢？对马，你的马只有对啊，你不对我就踩掉你啊，对不对？你对了，好，我就借这个。炮架直接吃士一将，你就上将，我再把马吃掉，这样就进赚一个四，而且你的将位还不安，黑棋明显吃亏啊，这就是这道棋的一个阴谋啊。那红字特大呢肯定就不平炮啊，平炮什么目的呢？保住马呀，你这样跳马进去就没有了，不到四啊，吃不了四啊，你踩马打出来打着你的象啊，就没有啊，没这样就没有一个效果啊，也不太满意，因此呢我选择一个上四。好，其实下这里呢就是进入了，虽然以前也出现过，但总体来讲出现的这个次数比较少，就进入了一个大家比较陌生的一个棋局。红字特大呢走一个平车抓马，我就马吃兵啊，马走这边，刚才摆了一下已经没有方向了，我就换了一边。红字特大选择进车抓我的中兵，威胁我的中兵。
其实刚才说到这个洪志赫的经历啊，其实他的经历非常的精彩啊。洪志赫呢是1980年出生啊，是这个湖北人啊。他的经历啊，这个也是在18岁的时候啊，就是代表这个吉林队啊，当时应该是进入了这个吉林的这个专业队。不过呢，吉林专业队后面因为一些变故啊，后面是解散了。解散了以后呢，洪志赫呢又是代表这个重庆啊，下了2年的比赛，而且代表重庆呢，可以说取得了一个非常好的成绩啊。不知道这个我们直播间有没有比较了解这些故事的，了解这些故事的，可以在评论区打一打。而且呢，当时其实那个真的是很不容易啊，因为那个时候呢还没有网络啊，其实棋手呢这个比赛还是比较单调的。哎，感谢雷利啊，感谢雷利给我送的保时捷，送的浪漫花火啊，感谢啊。因为这个刚才呢，这个我一直这个在讲棋啊，没看到，不好意思啊，雷利这位朋友，感谢你送的礼物。对，重庆应该是大疆摩托队吧？是不是？重庆大疆摩托队。后面呢，然后他又去了很多地方啊，代表了很多队伍，但都取得，而且代表，比如像代表上海队啊，代表这些队伍都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啊。现在呢，又是回到了这个湖北队啊，作为湖北队的这个教练，然后呢，联赛呢代表这个深圳队也取得了这个非常好的成绩，而且呢，也是深圳队的教练。好了，然后呢，我们现在继续回到棋局啊。会等会再讲两步啊，先棋局吃我的中兵，当然我就肯定是不愿意啊，所以我就走进炮打车，把他的车给驱离开，那么可以攻击退车巡河啊，这招棋非常正常，我就上线啊，巩固中路，同时呢准备出车，红色大的上四，因为现在下到这里啊，如果再不走呢，以后有可能我就会打四了，所以黑棋先补一招四，不给我打四的机会也是非常正常的。我这个棋呢没有走平车，如果平车，黑棋上线，这样就会形成一个什么样的局面呢？就是红棋跟黑棋啊，都感觉没有什么可以突破的点，特别是红棋，就找不到了一个进攻的方向。因此啊，我就没有平车，我走了一个平炮，希望出车吊住黑方的炮。红色大呢就选择平车，把我这条线给封住。当平炮。平车这里交换了以后呢，我就走了一个平车啊，这个是一个牵制，用车来牵制住黑方的双炮马，同时这个马又可以退回来打马，黑棋呢就进车保住炮，我呢就平车到这里啊，去平车炮后，以后呢准备把炮移开就可以冲兵过去，这里呢都是一个正常出子啊，先耐心，大家都在耐心的调整子力的位置。不过下这里呢，红色大呢当时。犯了一个不明显的一个错误啊，其实从后面来讲呢，应该是飞这个象啊，飞这个象，其实这个棋局就非常平稳了啊。这样红棋呢也没有什么突破的手段，就是完全进入了一个双方相持的局面。如果正常发展呢，肯定和棋的希望可能性就是非常大的。好，然后呢，红色大家选择飞这个象，飞这个象呢就留下了一个微小的一个破绽，这个破绽在哪里呢？来看一看啊，而且红色的刚才我们说到他的这个整体的这个是刚才是说代表各个队伍的经历，他比赛这个夺冠的经历呢也是非常的精彩啊。当时在2005年啊，是全国象棋个人赛上，红色的当时前面呢发挥的并不是太好啊，这个积分呢一直都没有到前面，在倒数4轮的时候呢，应该是积分仅仅是在中游偏上的位置啊。当时呢，大家都在预测啊，谁会获得这个2005年这个个人赛的冠军？但是大家呢都没有想到，这个红千王啊，他能够拿到这个个人赛的冠军。不过最后呢，他是依靠最后的一波4连胜啊，取得了这个个人赛的冠军。而最后一局呢，也是战胜了他现在这个队友汪洋。取得这个个人赛的冠军啊，这个过程呢可以说是非常的精彩，而且呢，在这种特别是在这种在逆境下这个顽强拼搏的精神，特别值得我们学习。像他飞象，我现在就走了一个进炮点住啊，
这步棋啊，这个棋就是可能之前呢，红特他当时有点忽略啊，因为点住以后呢，这个棋啊卡住了象也，这样会导致其实这步棋本身并不厉害，但是呢，他这招棋走出来后，黑棋感觉没有什么好棋可以下，因为这个棋，黑棋现在感觉有点无子可动的感觉啊，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因为有些时候我们象棋冷静的分析一下局面，还是觉得挺有趣的。大家看啊，我们现在黑棋、红棋都有六个大子在，但黑棋呢，现在六个大子都觉得不好动。比如说，我们现在看你这个马，肯定你不愿意动，你的马在前面，你要动就只有往回退，肯定不愿意啊。好不容易跳到前面，而且你马压制红棋的马，你退回去，红棋不就可以跟着跳上去吗？因此，这个马你肯定不愿意动。那么你这个车，你不能前进，不能后退呀、啊，因为你保住自己的炮，你有任务在身啊，你有重任在身。你车不可能平到躲到这里啊，在亮处不可能躲到暗处，所以客观来说，车也不可能动。那么这个炮呢？炮可以动，碰只有平一步，不可能退啊，因为车在这里。但你动一步炮呢，底象就被红方吃着，所以你这个炮肯定也不愿意动。好，因此这边的车、马、炮都不愿意动。那我们就来看这边这个车，这个车确实可以动，但是呢，去哪里呢？你后退没用，我炮保着马，你退一步还不如不动。你往前没有目标，也不如不动。你如果横向移动，那肯定显然就是抓炮啊。但你一抓炮，我也抓你的炮，因为你正好把这条线让开了。你一吃我炮，我就吃炮。虽然这里是一个转换，但这边呢以后就有非常大的压力，所以黑棋呢也不愿意，因此这个车也不愿意动。那这个马呢，肯定也不可能动啊。这个马退回去，明显不如在这里啊。你退回去，我还可以吃你中卒啊，肯定不划算。因此啊，红色他这里就选择退炮对炮。但是退炮对炮呢，这里确实就有点吃亏。不过这个棋呢，后面赛后分析是不是应该拱边卒等一等啊？不过这个棋就很难了啊，所以刚才也是这个时候就很微妙。如果飞这个象呢，我再进炮就没有什么棋了，这个象在这边啊，而且这样再退炮对炮呢也会好很多。所以有时候棋局确实还是有一些微妙的东西，进炮。然后呢，红色的退炮对，那我们肯定就对掉，吃掉。这样把炮转换掉以后呢，出现了一个什么情况呢？当然棋局还是相持，但是这个车啊就退回去了。退回去以后呢，我正好就可以过兵了。过兵这步棋准备干啥呢？因为你不能飞呀，你一飞我就吃掉你的卒，这也是一个交换。我给你吃一个，我吃一个，但我吃了你马，吃了你的象，显然你不能接受，因为你只有跑马。你一逃马，我就吃象，这个象丢了，太亏了。因此啊，红他不愿意，当时呢就走了一个平炮。既然象不愿意吃，现在车我吊住他的车炮，肯定不肯，就平一步炮，我也平一步炮，我也用车保住自己的兵。然后呢进车，我也进车，跳马，平车。下到这里呢。黑棋肯定是不能将啊，这种棋是不能将的，因为将呢，红棋可以停车，这个车反而把这个车马拉住，以后退炮，自己可能就要丢子了。这个棋呢，其实黑棋确实比较难下，赛后分析呢应该平车，但这个棋客观来说对黑棋确实难度太大啊，因为现在黑棋没有方向，红色呢当时走了一个平炮，这招棋呢也很正常啊，瞄住我的马，不过赛后呢确实来看呢这个出现了一点小问题。但这里并没有暴露出来，其实，但我这里呢，其实也是比较迷糊的，也是走一步看一步，也没有想那么远。我走什么？我走了一个平兵，这招棋当然也很正常啊，兵平到平开，避开象啊，我的车方面移动，而且兵可以往下冲，红色大难就进车，但这样呢，就出现了一个破绽啊，这个破绽在哪里呢？这个棋啊。大姚啊，赶上了啊！对我们随机直播，所以这里啊，没点关注朋友点点关注啊！大家没有关注朋友，大家能看到直播间的评论啊，因为今天是随机直播的。如果没有关注朋友们呢，有些朋友像大姚就比较幸运啊，来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啊，正好也没有错过啊，也是我运气比较好啊，我们老朋友来到了。但有些朋友呢，大家都会觉得很遗憾啊，就错过我们直播了，而且呢，我也会感到很遗憾啊，有些朋友。一直都说给我发私信说希望我们直播，但是呢，
来，因为这个随机直播呢又没撞上啊，确实觉得比较遗憾，所以在这里呢也跟这个直播间的朋友们说一下，没关注的就点点关注，这样呢系统就能在后台有所提醒啊，就不会错过了。好了，然后我们回到棋局，现在棋局吃兵，那么问题在哪里呢？我有一个点车，这步棋啊其实很厉害啊，这步棋其实当时我走之前。只是看到这一步棋，感觉有棋，但是越看越厉害啊！为啥呢？因为现在马要踩象，你的象不能跑啊！你一跑，我就把马退回来，用车来吃你的马，你的马不能踩兵啊！车吃你的马，你马能不能踩兵呢？不能踩啊！是，哎，我吃象一将，将你军。退四，我就把车踩了，这样就没法下了，对吧？那么这样黑棋显然不行，那马踩着象，你不能退象，那又怎么办呢？那这个象又不能不保，因为你吃兵，我是，吃象，这样就入局破了。绽。这样以后你退车再兵马，我把马跳进去，这样就要绝杀了。因此呢，红特大就选择退马保象，这步棋下得非常顽强啊。我走了一个退炮打，这个棋赛后来看应该出帅啊，不过当时我也没注意，其实应该出帅走一步这个等招啊，准备这个以后马吃象。这步棋深意在哪里呢？就是你拱边兵，我叫马吃象，破绽，弃马登象。你只有踩掉啊，我是，进车一将，将你军，下四，我就炮打四啊，通过我是，弃马，然后又弃炮，吃掉一士一象，这样就直接入局。这样你不能踩炮啊，你踩炮我吃这个士一将，直接就将绝军。杀了。因此呢，这个棋啊，我应该出帅。不过这个棋呢，我也是因为这个对这个棋的理解问题啊，所以没有，也不是说没看到啊，这步棋肯定也看到了，出帅也会在思考的范围以内，但是当时并没有理解棋，完全理解这个棋中的深意。还有一个最主要的问题呢，就是出帅以后不知道黑棋会怎么走啊，这个棋就感觉到当时感觉到判断难度会加大，所以我走了一个退炮打。希望能走一个 B 招啊，希望将一军，将以后我再出帅啊，这样再来看踩象，这样呢至少我这个会明确一些，而且这边牵住。那么现在这个棋黑棋不能打马，因为打马以后我可以吃象，这样迅破速绽。入局了。这样你踩掉，我就进车一将，下将四军，啊，这个入局的方式还是跟刚才一模一样，还是打士啊。破绽。现在还得踩炮，还是吃士，还是一个绝杀。因此走到这将里的军，时候呢，红色他也看到这个变化，他就选择车吃兵是。啊，这样来吃我的炮。但这里呢，正好有个巧招啊，大家可以看一下，这里红棋应该怎么办呢？因为刚才这个目的不成了，踩象现在不成立了，怎么办呢？怎么办呢？直播间的朋友们应该怎么办？对，直播间的朋友们水平都非常高。对，知四打车，打双车啊，炮打这个车，炮又打这个车，炮打两车。炮打两个车啊，这个是你，因为你吃士，我就打车，所以红色大呢就选择踩象一将。将军。哎，你这个棋不能飞马，飞马这个棋啊，那黑棋吃炮，那我就输了啊。这样我一无所获，你双车双马，他双车马炮，炮打着马车吃的士，这样我直接就输了。但这个棋呢，我正好有个撑士，还是炮打两车，大家看啊，还是炮打两个车，因为就再踩下一将，我还有个上士啊，还是炮打这个车，炮打这个车，这个棋确实有点意思啊。不过也是也这个也不是提前谋划的好的，也是走一步看一步，走到这里发现有这个变化。因此呢，这个棋黑棋选择破吃绽，士，我就把车打掉，持车，进车将啊，这个将棋军，是吃不了的，马在这里啊，因为士动了马就踩掉啊，就上帅，他士吃的车就吃象。是。
我就进炮，这样因为黑棋不能吃马，因为你吃马我就平炮打车打象啊杀棋，但这个车又丢了，炮也不能打，炮如果打掉，红棋怎么赢呢？大家看一下。打炮哦，打马，我们就跳边马，这里卧槽就绝杀了，就黑棋就无险可守。因此呢，红棋选择平炮盖住我的车，我就平炮保住马。黑棋冲卒啊，先给我准备要平卒，我就吃掉，是。把车躲这里装马，我就退马。下这里呢，这个红色大呢，这里啊，大家可以看一下啊，这个棋呢，红棋进多一车啊，这个优势肯定是非常巨大了。因此啊，这里。当因为当时时间呢，我也客观来说时间也比较充裕，所以红色特大下这里就认负了啊。因为棋局呢，确实子力相差的比较悬殊。啊，这个就是这盘棋的一个过程啊。当然，最后凭借这盘棋的取胜，第二盘棋下成了和棋啊，就通过一胜一和又晋级到了这个下一轮啊。下一轮呢，将激战这个赵欣欣特级大师。好了，然后我们现在就去下两盘棋吧。如果经常老复盘呢，有些想看棋的朋友们呢，就会觉得有点无聊啊。我们又回去下两盘棋，就考看继续复盘吧。好，我们现在等待啊，等待匹配对手。不过刚才这盘棋大家应该会觉得应该还是挺精彩的啊。应该还是会觉得挺精彩的，就是确实啊，这个过程还是很，其实难度也比较大啊。不过最后呢，还是也是算有些幸运啊。其实这个其实双方的这个有的时候这个状态的差距也是很微弱的。好，我们这盘又走先，刚才走了中炮，走了先子路，我们走了故宫炮吧。过宫炮，进卒，我们跳个马，平炮，让我们出车，跳马，出个兵。这个棋该怎么下？冲个兵吧，试一下。进车，跳马。这个棋我没有什么研究啊，走一步看一步，看看这个效果如何。走一步看一步。感觉不是特别满意啊，这个棋哪里走的不太好呢？对手用一个这个扫箭的下法，就把我们下的有点迷失方向。进个车，见招拆招啊！跳马出来，对兵，见招拆招，是，吃掉，是。一个线。把马撬出去怎么样？干脆走一步比较怪的走法，撬马出去。这步棋好像有一个问题啊，嘿，刚才黑棋有没有炮进到这里啊？这个叫做进炮牵住我，好像有一个进炮。
浸泡打码。刚才是不是有个浸泡啊？打掉，那我肯定把吃掉，还是打这个呢？打这个，浸泡进一步，浸泡一打，点进来。打掉，我吃掉就把马退回去。我打掉呢，就进一步炮。打掉，吃掉把马退回去。是。进炮到这里，给我一穿，他到这里封住。一抓就过来封住。浸泡打呢？打一下吧。先用炮打，哪位朋友？海2020。打一下，平车保住。那么炮往这边走怎么办呢？他车过来，我们就打马，如果不过来，我们就得先尖到这里，走这一步其实还难受。这里先抓一步，让他平炮过来，我们再平炮，他退线，直接腿平吧。哎，就是车调不过来啊，先把车给劳西在这边的时候，我们就准备这边先尖啊，车过不来，过来我们就打马。这个是一个引诱战术，他还是把炮走到这里啊。那我们本来想抓他，就想走到这边，他现在走到这边形成一个担子炮，那我们进炮先一将。将军。上四啊，现在他就把这个车给关在这边了，我们就进车一将，他可以下四，那样我们退一将，他又上四，意义不是很大。我们现在关键是要把这边的车炮怎么样调到那边去啊？调过去就可以取胜。平一步炮，平一步炮，进步车，把个马跳出去，跳出去，切，我们就把炮甩过来，跳出去吧。切，没关系，我们把炮调过来。我们准备来形成这个又是夹车炮啊，刚才就用了一盘夹车炮，用平炮准备这边呢形成一个绝杀，出将对方有所防范，但我们可以抬车啊，炮过来以后车也可以出来，所以这样呢，我就觉得这样出动车马炮的效率比较高啊，这样可以把车抬起来，进车将上将，我们把马跳进去也够了。进车应该怎么下比较精确呢？进车将上将跳进车将吧，将军。这样把马跳进去吧，大家觉得怎么下比较精确？跳进去，准备平炮尖。对方认输了，这个棋确实不行了。再来一局吧，再来一局啊！新来直播间的朋友们，点点关注啊，点关注不迷路，点关注就不会错过我们的直播间啊。
任何时候我们只要随机直播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而且大家也可以去看看我们的短视频啊，最近也发布了一些比较特别的短视频，大家可以看看啊。感谢大家的支持啊，我们的粉丝团突破60000人，粉丝团突破60000人啊，粉丝今天突破了600000，粉丝团又突破60000人啊，感谢大家的支持。白中炮，对方这个是业余九级爆春来，来个猎炮吧。进兵，我们跳个马，跳马我们出车，抓一步，跳马，撇炮，哎，对方认输，对方认输，这有点诧异啊，那我们再来一局。谢谢梦里的余温给我送的礼物啊，梦里的余温也是我的老朋友啊，给我送的保时捷。好，然后我们给这个直播那个粉丝团的朋友发个福袋啊，发个福袋，感谢这个大家的这个支持啊！我们的粉丝团今天也突破60000人啊，粉丝突破600000，粉丝团突破60000，我们发一个这个粉丝团的一个福袋，大家分享直播间参与。对方走先，当头炮，中炮。我们刚才走猎炮没成功，这盘再走一盘吧。跳马，出车，跳个马，跳个马，平炮，出个车。他进炮串打我们怎么办啊？大家帮我想一想，如果进炮串打我们怎么办呢？挑战嘛，对方也不上当啊，不走进炮串打。上当，这样麻烦了，对吧？上当，出个车吧，出个车，看他这个时候会不会进炮串打。主要不出车呢，也没想到什么好棋啊，比较别扭啊，这个棋我们还是出子车吧。进炮串打怎么办、啊、我们演示一下进炮串打怎么办。进炮串打这个棋就很有可能会丢子啊，如果你没有好棋就会丢子，因此进炮打呢我们就得打一尖，将军打中命一尖啊，你肯定得吃炮啊，你吃炮我们就打炮，是这样
通过一个转换，我们吃车我们再踩回来，这样转换就可以不丢子啊。而且这个不丢子还有复杂的变化，因为它这里呢还有一个进马的将，它炮将的你去马踩着你马，你还要补个四，它把你马一吃，你就进去抓它马没处可去啊，这样又把马吃回来，就形成军马炮对军马炮，是这样的一个计划，就只能这样办了。哎，我们才说完这个进炮打马怎么办，他就进炮串打，这里其实可能还有玄机。将军，哎，粉丝团的朋友们啊，抓紧分享直播间，您抽取福袋啊，抽取福袋。是，打过来啊，刚才才摆了这个棋。他还有一种打空头的变化，刚才我一直没走，就是担心他打空头啊，因为他打空头也是非常厉害的。打空头我们又怎么办呢？打空头我们怎么办？他会不会打空头，还是进马将抽马，还是走其他？我们演示一下啊，如果对方打空头，那么这个空头空心炮如果让他立稳了，我们这个棋就可以说败局已定啊，所以我们要把这个炮尽量给驱离给中线，那这个炮要去哪里呢？啊，去到这里塞住他的马腿，他的炮如果退一步，我们就进车一追，他不能进马保，因为他进马一保呢，我可以进卒，他的马就丢了，他可能不一定愿意，他的炮只能就再退一步，我们进车再追，他的炮如果再进一步，我们就平车抓，这样就把炮给赶走了，这就是我们的计划。哎，对方为什么每次在我们讲完计划以后，他就马上走出这一步棋呢？难道他在我的直播间？进炮塞住，我们肯定是说哪一步走哪一步啊。对，为什么我们说对方走哪一步，对方会怎么走，然后我们怎么应，对方就走这一步呢？有点奇怪啊。对方是谁呢？是打边兵啊，这个好棋，快打这个兵啊。这个对手实力很强啊，实力很强。那这样我们可能就要进个卒，要进个卒。进个卒吧，把马自卒。把马自卒，看看怎么下。同时呢，活通我们的马路。现在都是12月，快到12月中旬啊。应该大家所在的地方会不会很冷啊？刚才我们在这个广州比赛，哦，不是很冷啊，我们不对，我们是在佛山比赛啊，我们在佛山顺德啊，应该是在这个碧桂园总部的这个旁边，那里还是挺热的，不过大家所在的地方应该是比较冷啊。对局，那我们这个肯定是对掉啊，这个是没有必然的。
吃鸡，吃鸡。我们这样进炮打边兵吧。哦，巧合了。这个棋看来应该是巧合了，这个棋应该是要巧合了。还有一个炮一平二，有没有朋友反应过来是什么原因啊？他有一个炮一平二合了，他有一个炮一平二没棋了。我们因为没时间捡了，现在没步数了。打兵他跳马踩，你打了踩了，你一踩他一个平炮，哦，他一个打兵兵直接就合了，都不用平啊，就直接打这个就合了。那我打这个兵呢，我偏偏不合棋，不合。我们不合棋吧。是。没啊，不合。对，这么不合就这么来的，看来啊，不合。对方冲兵献给我吃，这么果决吗？对手？这招棋下的太果决了，一踩一跳，不是踩踩不到，厉害啊！这个对手真的是厉害。拱掉，退，拱加冲炮，还是就先拱掉，先吃掉再说吧。他可能要补齐了，对不起。哎，感谢飞飘给我送出了保时捷啊，两个保时捷，一个私人飞机，非常感谢啊！感谢飞飘给我送出的礼物。跳马退一步炮，可以架空心炮，不太满意。直接冲下去了，也没太多时间了，这现在得走快一点了。他踩着我的兵，所以我冲下去。进边兵，那我进马踩一步吧。他踩我，好一件大事，踩吧。他会不会进马也来踩我？我踩炮，他也踩炮，进行一个转换。啊，感谢飞总又给我送出一个保时捷啊！也感谢我们的老朋友蓝峰给我送出一个保时捷。跳兵现在跳马踩着他的炮，看他的炮往何处去，还是说他就跟我们交换呢？现在对方想的时间有点长啊。看看对手怎么选择呢？退炮，退炮，他现在要进马踩了，我们进个卒吧，给他架空心炮，看看他架不架空心炮。
把这个架空心炮的机会给他，诱惑一下他，希望看看他架不架空心炮，给对方一些诱惑。因为没有诱惑的话呢，这个还是很难下的啊，所以给对方一点诱惑，看他愿不愿意架空心炮。对，朋友说太对了，加了空心炮红马就要难受的，就是这样啊，所以他很老练啊，他不架空心炮，让自己的马比较舒服。那我们得考虑补棋了，如果不补棋，他真的要架空心炮了，这一次就不是开玩笑的了，我们要补棋啊。不是开玩笑的了，我们必须得补棋啊！一将我们就补四，巩固七形。跳边马，那我们跳马去把这个卒给保住。这个卒以后还是得往这个区域走啊，威胁他的马。出个箭啊，我们先控制一步，而且摆脱他中路对我们的牵制。新来直播间的朋友们啊，给点点关注啊，点关注不迷路，点关注就不会错过我们的直播间了。跳马。那我们冲下去呢？冲下去呢？冲下去怎么办？准备平卒，准备平卒拱马。冲下去，现在准备要平卒抓死他的马，看看他怎么应对。退马踩我的卒，那我的卒可能要平一步冲下去，他就跳起来了，就没意义了。跳到这里去，没必要平平的卒。他计划了一个把马跳出去，但是呢，这个计划失败了，大家有看出来吗？对方这个计划失败了。因为我现在还是可以进卒一去拱啊，你跳出来，我平卒一拱，马没处可去了。这个马很奇怪啊，这个马真的牢牢封住了他这个马的出路。他只有跳，对吧？跳我平卒一拱，马没处可去，丢了。平炮。那么你就吃掉，平炮过来打，他一跳，再打这里，退回去，
那我们就节外生枝，打一翘一拱一退，有没有必要？没有任何必要啊，吃掉就可以了。是。对，我们吃掉。拱边边，那我们进个线，它有摆什么炮？没关系，跳东西去顶住它吧。炮醒过来了，准备退化打，准备退化打，退化打，进个箭，去，下步就要踩了，踩，对吧？认输了，对吧？超时了，好，我们再下一局又回去再复一盘棋啊。骑马，跳马，冲卒把自主，跳兵马，我们跳正马，平炮，进炮一打，那它就飞个象，也是有意思啊，这个下法，打一步吧，冒险打一步。跳，出击，不是开边跑，出击，你保住，那我们上个线，还有中间将军啊，我们就先补一招，嗯哼。看他是不是会愿意把炮平过来？进炮把我封住，我们就把这个卒也冲起来啊，把它都自住。这样他的棋就感觉被控制住了，没怎么棋走啊，他就不太满意。那我们把车吃一将再把它打过来。将军，吃车，吃。这样我们就算只立吃一将，但这个棋呢，它去客观来讲，它已经比较吃亏了。但把兵打出去，吃。边兵，平个炮把卒冲过去了，直接打了，平个炮，塞一步啊，准备构卒，构卒，冲冲，冲兵，那我肯定拱掉，是，飞掉我们过去。是。往下冲，往下冲，平炮，那么往下冲，平卒啊，平卒，他打中我们的炮，我们不能打他，打下去就丢了，所以平卒连住，他不能打我们，打了我们拱了以后，这边就被挤死了。他走其他能，我就平卒这样打炮了。这因为我平卒以后呢，我的炮就可以动了，也卒成为一个屏障了。他这样，那我打炮就死了。是，他退马踩呢，可以吃掉我的卒，但他少一个子还是大亏。对方认输。好，这盘棋下完，我们又要开始复盘了啊。好，我们现在又回去复盘。我们现在要复盘这个。对战赵欣欣的棋局了。好，我们现在复盘。在刚才我们已经复盘了对战汪洋、对战洪志啊两位特级大师啊，而且呢都是这个世界冠军啊。对战他们两位的棋以后呢，现在我们，在这那两场下完以后呢，
我们对上了这个赵鑫鑫特级大师啊，赵鑫鑫特级大师是这个浙江队的主帅啊，现在也是多年都作为浙江队的教练，应该都有6年以上了啊，应该在赵鑫鑫特大应该在7到8年了，浙江队的教练。这盘棋呢，我们走先手，第一盘棋呢下成和棋，这是第二盘的一个对局。我还是选择先人指路。先人指路。赵鑫鑫特大呢平主底炮，我就平中炮。飞象，我上四，进卒，跳马，跳马，我出车，黑棋出车，我进车。这里呢都下成了一个非常正常的一个开局啊，这个开局呢以往也出现了很多很多次。不过这个时候呢，大家因为有朋友应该如果注意看我们的比赛就可以看到啊，在10月份的比赛当中呢，我有一盘先手对战这个赵攀伟，我就走了进一步跑，我走了一个这个进一步跑。不过这盘棋呢，我变了一招，我变了一个到进炮到这里，这个是赛前呢，倒也不是赛前啊，就是那一盘棋下完之后就做了一些准备啊，有一个进炮的变化。那么这个时候呢，黑棋平炮对车，这个是最正常的一个下法。那么呢，我就走了一个平车装马。那么这个时候呢，黑棋必然平炮遮住我，然后我走了一个平炮对车。这个棋黑棋呢肯定也不会不对啊，因为你躲没有理由，你不可能躲回原位。你躲到这里一钻呢，我可以简单就把炮平开，有进去打马，这边问题很多，所以因此一方对掉，吃回来。那么黑棋呢进去抓兵，这个也是一个自然而然的一个招法，这个也是现在这个当前局面下最直接的一个下法，就进去抓兵。因此呢，我就拆炮到这里，那红黑棋肯定必然吃掉，是，我就跳马。跳马这步棋很有点意思啊。跳马这个棋的深意呢，在于保中兵，所以黑棋呢，既然中兵保住了，所以黑棋呢就选择进卒，也是当前局面下最正常的一个下法了。看起来，进卒就保持在这边对我们的一个压力。那我就走了一个退车，准备要进炮打死车。那么黑棋呢，现在要红方要进炮打死车了。所以就把车平开，这个棋啊，一定要是要平车啊，不要平卒，因为你平卒有车退回去，马就踩着卒，你平车把车退回去，卒在这里位置还挺好啊，所以平车肯定优于平卒。平车，那我们这个棋也只有沉底炮了，必须在底线翻烂。那么黑棋呢，退车，希望增援，如果给他增援到这里，这个棋我就可以说基本上输了，所以我这里必须限兵，阻拦黑方的这个防守速度。那么黑棋必然吃掉，是，我就跳马出去啊，借助这个车被这个卒挡住的机会，赶快跃马向前，把马扑上去。那么黑棋必然平车抓炮，我就平一步炮。现在呢，黑棋呢，这里呢，这个赵鑫鑫特大呢，可以说是走了一个不太好的下法。不过临场呢，面对这样，就是当时因为这个，我也算是一个新招啊。可能觉得也是有比较意外，一时间呢也确实有时候难以找到这个最好的应法。赛后来看呢，黑棋应该退车，这步棋很深奥啊。这步棋的目的怎么呢？保住自己的炮，你平炮，黑棋就可以称势，车保住炮，你车吃不了炮，因此你只有踩马，这样再吃炮。是。这样呢，虽然我吃炮，虽然可以得一个子，但是呢，我的位置不太好，这个棋还很难输。但是呢，黑棋它是走了一个进炮啊。进炮这里呢出现一个问题，就是给了我一个跳边马的机会。这样要进马一将啊，这个棋，所以黑棋就退车。现在因为最厉害的还要进炮一将，卧槽将打兵回来，所以黑棋退车把我憋住，不给我卧槽的机会，那么我必然进马一将。黑棋下四，我肯定就吃马一将。黑棋必然垫车，那么吃我的炮，我的炮肯定自然而然就退两步打马。感谢踏歌而行，我们的老朋友踏歌而行给我送的私人飞机。黑棋呢进车抓炮，
那这个时候呢，当时我们不太愿意打马，因为这个时候打马呢，去吃炮，这样马踩中兵回来。但是这边呢有一定的压力啊，以后是不是会把这些车平过来，或者先拱一步什么的？感觉这个棋交换的比较多，所以当时呢不太愿意，还是走了一个进炮一将，将军。下得还是比较强硬啊，当时这个下法。黑棋只有上将，我就再把这个打掉。是，黑棋肯定用车吃，是，我就再把车开出来。这里呢是准备要进炮打死车啊，这个棋黑棋如果一拱，我一打车就丢了啊。大家看，哎，谢谢踏哥，行，我们的老朋友踏哥，行，给我送的保时捷。因为进炮一打车不能前进，你前进我进车一将，车又只有前回去送给红方打，因为这样下不去。当然赵大呢不可能犯这样的失误，他肯定先平车，抓我的炮，我的炮就平一步，那么他再进卒拱马，我的马退回来。然后赵策大呢，这里啊，其实我也是给黑方设了一个陷阱啊，如果黑棋走这个进炮打卒呢，就中红方的陷阱了。我这里有一个进炮打车，这个棋你的车还是像刚才这样不能前进啊，你如果填炮去对，这样不是红旗没棋吗？红旗还有一个退炮啊。用这两个炮把黑方吸住，这样黑方的炮就必丢了，这样黑棋输败。但赵策大呢，这里下得非常好，非常顽强，走了一个退炮，啊，不给我进炮的机会，因此呢，我也就只有正常出子跳一个编码。然后黑棋呢平卒，把卒平开，然后我就冲边兵啊，希望能够把马跳出去。黑棋呢就选择进巡河车，阻拦住我的出路。其实下到这里，当时我觉得这个棋有点悲观啊。这里有点悲观，因为这个棋，我当时感觉子有点冲不上去啊，所以当时后面这里想了很久，到后面还是觉得无奈之下，还是只有硬着头皮冲啊。因为这个棋冲不上去的话呢，会导致现在这里少两个卒，而且这个兵肯定也是会被黑方吃，中兵都是很危险啊。发展下去要少几个兵，虽然多一个大子，但未必很便宜啊。所以我也就决定冒险一试了，就走了一个进车牵住。这步棋其实当时还是觉得挺冒险的。那么黑棋平车抓炮。因为这个时候我不能躲炮啊，你躲炮这平卒一拱马就丢了，你退马回来没用啊，退马回来一抓不抓错。炮就抓马，直接丢子，特效来了。所以这个时候呢，我只有硬就是强行冲上去，走了来了一个先弃后取，但这个棋呢，当时其实算的并不是特别清楚啊，不过也是试一下。不过这里呢，因为这个比如比赛，因为不仅仅是棋局，比赛还有时间。比赛这里呢，赵星星这打时间已经非常紧张啊，因此呢，哎，谢谢这个踏哥行给我送的掌上明珠。这个棋下这里呢，就赵星特大人觉得，有点出乎他的意料，时间比较紧张，而且他也不愿意走简单的吃炮。是，吃炮呢，我可以进马一踩车，车进两步呢，我再进马一将。将军，这个棋只有出将啊，我再吃炮一将。再将。以上是我这样可以吃兵回来啊。哦，不对，这里摆错啊，这里摆错，这里摆错啊，这里摆了一个早摆了一个秩序，对，刚才是感觉不太对啊，所以这个棋呢，我们有时候也会犯这样的失误啊。这里黑棋走一个平卒，飞了一个边线啊，然后才走了这样的一个下法，才是这样的。所以当时是这样的啊，我这样跳上去的，如果这样黑棋吃掉呢，是。我这样可以进马登车，然后黑棋一抓，我一将，将这样军，出将，我吃炮一将。黑再棋将。上四，其实黑棋也可以这么下啊，我可能再考虑是不是把马跳进去，但是其实前途也未必很乐观。不过当时呢，可能赵鑫特大觉得这个棋，可能他当时对我这个棋的判断是觉得我这个棋不太有利啊，因为当时这个棋确实看起来我这个招法也是很飘啊，就是有可能会有一点问题。不过赛后来看呢，可以考虑还是简单吃掉，或者考虑是不是打边兵也是一种下法，打边兵也是一种下法，是，就是以后再吃底线。不过赵四他们自己选择吃底线啊，破相。这步棋看起来非常犀利，不过呢，正好红棋有一步巧手，红棋走了，我走了一个跳马上去，
这里呢，明显要跳马尖嘛，刚才已经摆了，所以黑棋进中卒挡住，就在这一步棋的时候呢，就成为了后面的一个胜负点啊。这个时候，因为这个时候呢，赵大肯定刚才看有个退车装嘛，我现在也没有后续手段，因为现在这个棋呢，红棋看起来没有什么后续手段。这个我当时走了一个退炮啊，这步棋肯定很出乎这个赵大意料啊，因为退炮隔住车，你卒不能吃炮啊，你卒一旦吃炮，我这个进马一将，你只有出将，那我这个车再吃一将，就只有上四啊，这样就输了，因为这个车马炮位置太好了，我退一步炮居然砍的四啊，这样就马上就入局了。因此呢，黑棋就平了一个炮啊，不给我进马将，也是下的非常顽强。啊，这个时候呢，退炮以后呢，我就走了一个进马，进马踩炮。然后这个肯定不能交换，你交换我吃掉这个炮也会要丢，所以顶住。但我正好借这个马的力量呢，把这个炮升了一步棋啊，这样就把车给盖在了底线。这样黑棋就很难下，车被盖在底线，这个马炮呢还很坚实，所以呢就走了一个平边卒啊。这步棋平边卒什么目的啊？这招棋我要是没注意，就会速败。如果你去平边炮，那么黑棋怎么办呢？如果平边炮，黑棋就会吃炮。吃。啊，这个特效很厉害啊！一踩车进炮一将，好了，你就输了。别上！这个特效来得真犀利。但你不吃炮也不行啊，你退炮，他退车把你憋住，你的马又丢了啊，你抽车也没用，你抽车进炮挡住啊，没有任何后续手段，输败。所以这个时候也不能啊太高兴啊，太高兴就会失败。因此呢，我这里上了一个四。哎，为什么摆不了棋了呢？啊，这摆了一个平炮，我这里上了一个四。对呀，上四啊，这样就是不让黑方砍炮，因为把这个杀棋先化解掉。那么黑棋呢，因为这个时候也不能平车，平车我可以退马，这个也还是要进马去将，而且以后还可以进炮打炮。因此呢，赵大就选择退车抓兵，我这个时候再平边炮，准备退炮打炮，吃一将，将军上个四。啊，抓马还是同样的，还是退马，所以赵大先平车，把我这个马退马的路给断住。如果你这个时候退炮呢，他就退车，你打炮他吃马也没有收获啊，这个棋并没有优势，所以呢，这个时候得先进这个炮去打他的炮，这个时候就不能抓马，抓马我打掉啊，因为你吃掉，我把炮一移开就是一个绝杀。所以呢，这个棋刚才赵大就退炮形成担子炮，那我打掉黑棋打过来，我再走了一个退炮，又把牵住，黑棋退车抓马啊，我走再走抽一将，黑棋就进炮挡住，我再进马踩车。走到这里呢，赵大就认输了啊。为什么这个棋要认输呢？大家看一下啊，因为这个棋只有逃车，蹬着车嘛，你车一抓马，我就进车再一将。就电炮了，那我把这个炮一打，这个退炮将还是一个杀棋，黑棋只有躲将。如果不认输，棋局会这样发展。但是呢，红棋车马炮黑棋车三个卒，那这个肯定子力相差过于悬殊啊！一下这里呢，赵大就耍快认负了啊！这盘棋呢就取得了胜利，就进入了这个胜者组的决赛。好，这盘棋取胜以后呢，我们就进入了胜者组的决赛。现在又回去下下棋吧。视角炮，平炮，对方走了一个四角炮，这盘棋，我们还个中炮吧。跳了，出车，跳边马，出车，
哎，直播间的朋友们啊，点点关注啊，因为我们现在很多时候要随机直播，没关注朋友们呢，很多时候就要错过我们的直播间了啊，我们进个局。准备以后冲边主跳马打车，先把车找上来，那我们就冲边主了，准备跳马打车，把车平过来。对不起，对手下得很好。平个炮吧，平个炮，冲兵起来，一冲，这个对手很有实力啊，这一段确实下得很好，冲吧。对车，那我们也只有对掉。吃车，吃车。进去。打一枪吧。将军。三四。这样我们有点难办啊，有点难办，有点难办。不知道这个棋怎么下。象棋有时候这样，就是这样啊。其实有些时候也会就不知道该怎么走。感觉都不太满意，看到的招法都不太满意。应该怎么下呢？奇怪。大家支支招啊，怎么办？点个车吧，随便走一步了，不太满意啊。可能是不是就把猪拱了，兵拱了算了，把兵拱了把马打了这个棋，可能应该这么走。这步棋应该不是好棋，我这步棋应该不是好棋。进炮。退中炮，拱过来，拱他，确实不好，这步棋确实走得不好，对手这步棋走得好，冲起来了，吃掉，吃，掉，抓吧。可以去抓兵，吃，吃掉，去吃兵也可以，这个棋也不亏，这个棋确实也不亏，不过也不便宜，吃掉吧，对手实力也很强大，吃兵，吃。保住。对手实力很强大，我们还是以稳为主。哎，这进炮也打，他不输了吗？
哎，这一打不是就赢了吗？对方突然走一个大漏招，一打就赢了。新来直播间的朋友们，点点关注啊！点关注不迷路，点关注就不会错过我们的直播间了。这样一打丢子了，他丢子了。刚才炮打兵我也进炮打，也是丢子，也是丢子。再来一局，当头炮，平炮、猎炮啊，顺炮啊，左轮盘猎炮啊，今天走左盘顺炮啊，跳，顺炮反开车。跳个马，进个炮。这个是一个以前很流行的一个套路啊，我们试一下，看看怎么样。进中兵，这么凶，这步棋真的很凶啊！真的很凶。好像也还可以啊，这步棋有点意思，我还以为不太行。对不起，他还可以。见招拆招吧，进局。点狙过来，厉害，跳出去。哎，跳出去。抓，大家看啊，我一踩兵，他就退车一抓，我就丢个子。我踩兵，他退车一抓，我就丢个子。所以我们只有把马跳这里了。不过跳到这里位置还可以，也不是那么差，也还可以。跳中马，那我们打兵过来冲中兵，打兵他真的要冲中兵啊，不会妥协了。那我们还是吃这个吧，老老实实吧，吃跳。吃，打一尖，将军。平炮来对。那我们打掉吧。冲中卒，干脆冲中卒吧，下得凶一点，下得凶一点。进车，把车平过来。准备要进去去打马，
始终对炮不太满意，对炮以后中路就治不住他了，这样在中路先把他压制住，进去来抓，往上顺势往上跳，啊，这你就抓中兵，中他陷阱了。那我们就进去保一步吧，老老实实保一步，不为所动。进去，让我们把军进去打一步。终于走到这步棋了。退车抓中兵，那我们打掉一个冲锋卒，中间一将。哎，这得子了吗？打了再打了，打了踩了吃了吃了，补一个他退一步炮也退不了啊。看一下，应该先打哪一个比较精确呢？打这个，踩了吃了，吃一将，我停一步，一退一将，不是没有停车，打这个。跳进来，是吹了。应该打哪一个？打炮还是打马？没时间想了，没时间想了，没时间想了，就打炮吧。是。打马也得子啊，打炮也得子，但打马呢要丢个中卒，还不愿意，打炮算了。打炮他飞了再打马一箭。将军。这样还能保住，暂时保住中卒。上次那就炮打这个兵兵，冲中卒过去，打这个吧，把控制住就够了。冲过去，冲过去，刚才打的也可以啊。进军，那我就肯定要打了。再不打就没理由了。是。是。吃兵，那我勾着打一步吧。吃过来，扫过来吧。是。扫过来，下一步就有机会就安上冲炮。哎，新来直播间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关注啊，点关注不迷路，点关注就不会出我们的直播间了。退马，那我们架上中炮出将，那也先架上再说吧。他肯定出帅，别补那边的士啊，补那边的士反而会有点压力，补士补象吧，把马跳上去，跳上去就够了。平兵，那跳上去。又在抓马，马要出局了。平局啊，这个底线要将军，还希望找机会来偷袭我们啊。这个对手很顽强，很顽强。那我们还是平局啊，
将下死偷袭不到。小编嘛，抓紧吃边兵，顺势就吃掉，退回去。抓一个，进马一将，他上将，进去一将，再上将，还打，平车抓象，飞象。将吧，将军，进居将三件拼住，遮住，把卒用来遮住，退去牵住，我进居将他就上来。雇个卒连住吧，先连个兵，形成连环兵。哎，我进去将平炮自己都赢了，有点这下的有点多了，进去将平炮就赢了，下的昏了。飞象，一打车平中车，一平炮，平车平卒赢了。刚才就应该这么走啊，进去一下平炮就赢了，现在还是这么走，赢了，平不了去了，平住将就将死了，在进炮间绝杀了，没有平车啊，平车进进兵间，自己将就将死了，进兵一将，绝杀，绝杀，好，这盘棋取胜了。因为这个呢也是刚刚赶回来啊，所以这个也是感觉到体力有点不支啊，这个现在虽然还没布很久，不过感觉还是有点体力不支了啊。不过这里呢也是跟大家这个感谢这个大家没有点关注朋友们呢，我们还是最后像往常一样啊，给大家留点时间点点关注啊，大家可以最后有点时间大家点点关注，因为我们大家都是随机直播啊，如果没有点关注的朋友们呢，很多时候就要错过我们的直播间啊，所以大家呢点点这个关注，然后也是感谢大家支持啊，我们也是之前也通过发视频啊对大家表示了这个感谢啊，说到这个因为有了这个大家的这个支持啊，所以我们在这个比赛场上啊这个也是感觉到了一种精神上一个很大的一个支持啊，这个很重要啊，也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动力，所以在比赛上面呢也取能够有更好的发挥啊，虽然不一定能取得很好的成绩，但是客观来说能够将自己的实力发挥出更多啊，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真的是很这个感谢大家，而且呢也是感谢大家一直这个支持我，加上这个我们这个也是啊，这个今天因为也是星期天啊，明天星期一，星期一这个表现很重要啊，大家应该我们直播间的很多看的朋友呢都是在工作啊，明天这个表现也是很重要，所以我们也今天也不要播得太晚，这个也影响大家的休息，最后还是啊给大家留点时间，半分钟吧，半分钟以后呢我们就下播。不过这个时间这个是真的过得很快啊，今年转眼现在又到了年底啊，十二月份，我们最开始直播的时候是五月底啊，现在应该已经过去了六个半月了，很快六个半月一下就过了。不过呢也得益于大家的支持啊，我们的粉丝也是从当时最早还有两三万吧，现在已经是60万粉丝了。好，好，然后我们的今天这个直播啊就到这里。我们下次直播见，大家也是早点休息啊，明天以一个很好的状态去上班吧，大家再见。